生命电视陪您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天。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勤修习善根回向，精进勇猛，精勤不懈地修的自己善根回向给众生，就是修习些善法，布施给一些众生，要能一切众生、普令众生，因为我的回向都能得到安乐。我这善根是不大，不在一个人修行的善根，单亲修习善根是指善根说的。我修行这个善根虽然少，但是我普摄一些众生，怎么普摄的呢？我以我自己的欢喜心广大回向，要是有善根而不去摇曳众生去，那很少，那自己得到就很少，这不叫回向。如果给众生回向，随意善根，普以众生而为所缘，把都给他们，这才真正叫回向。那我们做些好多好事儿，回向跟不上，那不叫回向。那个好事啊很小很小，但是你想到，或者我们在这寺庙里头啊，搬砖运瓦呀，或者抬一筐那个废土啊，或者在那削削砖头啊，这功德有好大呢。假使你要一回向，可就大了；不回向，很小很小很小，一回向。因为像这个回向这个心是个菩提心，回向没有菩提心不会回向的，是利益一切众生心，本来是很小，但是你这个心力一大呀，一回向尽虚空遍法界，是菩萨的修行。你也不要考虑众生，哎，我这回向他得到了没有，我也没有专注哪个众生，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你一锻炼你的回向心就好了，这叫心法，回向修心。对，这上呢是不求恩故啊，不求恩故啊，是不求众生来报答你的恩，不是不求佛的恩德啊。把这个搞清楚，对众生时候没有希求心，也没有什么像给人家拉拢一个生意啊，做个这个有个回报啊，没有这个心。过去咱在农村里单有一帮老婆婆啊，给这介绍婚姻呐、啊，介绍完了成功了，他得几个钱啊，那都叫回报啊。菩萨度一众生的时候，他不求回报啊，
他这远遥于一些众生，也不求菩萨，这个众生对菩萨来报恩，没这个思想。这都是把这些回向回向到实际，另外得注意，回向众生都能明了他自己的心，都能晓得他自己心就是佛，能够让众生一切都能成佛。也不求能报的意思，就是这个含义，不求能报。但是往往的我们先做些个好事儿，总希望人家赞叹，那等于求回报。我们做好事儿，有些人做好事儿，他默默无闻的，他不绝不张扬我做了什么好事儿，这就是不求能报的含义。同时呢，回向之经，回向之中有个离相回向，在回向给众生时候，不执着一切相，行是你的一心，这叫离相，离相的回向，也不求能报啊。乃至不要人家感谢呀，都叫离相回向，也没有我一个能加持众生的心，也没有众生受到我的回向得到利益的心，这些心都没有，这叫是离相回向。那众生得到的利益呢，也是得到的离相的利益，那叫回向的广大。前头说用我的善根来回向给众生，这一下讲的离你善根回向之相，把善根之相要离了回向给众生。关于这个义理，这下头的文字啊，经文呢，就赞叹这个，要让这样做。难知众生与无所着法性回向，让一切众生都能得到一切无着，正得法性，法性对于一切无着，用法性的回向给众生回向。同时菩萨以智慧眼观察众生的自己的体性，不动不转，以法性回向，是法性回向。对回向的时候，无所依无所取，就是不着的解释了，是无所着的法性回向什么样子，无所依无所取。不是用善根回向吗？没有善根相，不取善根相的回向，不是修善根回向给众生，也不要取善根相的回向，也不去讲因果报应啊、业报所感呢、都不要讲这，连体性没这些个，不分别业报，是体性回向。回向众生的实体，不着五蕴相回向，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不着五蕴境界，因为五蕴是空的，不执着就是空的意思，不执着五蕴，没有五蕴，不是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吗？空了就不执着的意思。并不是把五蕴坏了，坏了五蕴，坏了五蕴的相来回向，
不是的，不坏无运相回向，就跟那钱的似的，不着无运相，这个就是不坏无运相，不着跟不坏是一样的。不着呢，是叫做非有，不去执着它；不坏呢，无运是空的，有什么可坏啊？你坏也坏不到的。不取业回向，业是作用业，回向本身就是作用，就是业用嘛。这个业用是智慧的业用嘛。不取业，不是菩萨以做善根业的来回向吗？那是前面下到这个说不取业的回向，不求报的回向好懂，不演作因缘的回向，不分别因缘所起的回向，不着名称回向，不着处所回向，不着虚妄法回向，这个都随文就懂了，是吧？令一切众生同所回向的真迹，把一切众生都难到实际里地，就是把众生都难知到什么地方法性。法性是无着的，法性都是无着的，性质无着。感到修成道了，一切都不执着，修成了也是无着。这个是深了，回向的前头说都是有相的，用善根回向都是，现在到了深入了，有自性的回向。自性说一切诸法都不执着，能言不动的，也是住佛的境界了。但是他还要随一切缘呢。但是随缘不变他的体性，这叫随缘不变。但是用大悲心怜悯众生，救苦众生是用悲怨的回向，但是不能起执着，一执着了就取向了。说不取向的回向就是不依于大悲，本来是悲怨，因大悲因怨里来回向的，不执着不取着就不依于大悲回向。说这个义理啊，要是用观照才行的，这个回向就深了。说这样的回向就是心心相印的，用心回向。同时把所有的果报相全遣除，把所有回向的善根相全遣除。回向是修的法，法一定得成就。但是这随熟地了，随着熟体了，不坏众生相，也不坏一些回向的相。随着真体呢，一切皆空的了，也不是坏，就根本就没有，入梦幻泡影嘛。随着熟体才说不坏。这样呢，成就菩萨的业，成就菩萨的修行的回向法门。不着众生相、世界相、心意向回向。菩萨在回到深处时候，离开能向取向，无能无取，所以不着众生相，也不着世间相，也不着心意向，一切相的回向，离相回向。不许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见，颠倒回想。心里头没有颠倒想，没有颠倒见，不颠倒的，接着回想。你跟前头相反，如果你一颠倒了，那就是那个落于这个颠倒见，落于世间法了，是吧？在能取所取的相中，就能取的相中嘛。
有能取就有索取，有索取就有能取，一切皆离，心都不起分别，没有个什么常啊、无常啊，没有什么心导啊、心相啊，不取警戒的相的回向，对相上不知为实有，就没有见的颠倒。那随喜祝佛，即祝佛自己的善根，完了用这个来回向菩提。不作言语道回向，这个什么就是语言的回向啊。语言回向呢，不要在言语上执着，名言上不要去执着，也没有能权的言语，也没有所权的回向，叫离能权所权。这样达到什么呢？观一切法真实性的回向，观一切众生平等相回向，以法界印印住善根回向，观诸法离贪欲回向，一切诸法如咱经上讲，一切诸法如是。我们经常讲，如是铁，铁是定，来是动，是用，体用亦如，能所亦如，所以如一切法都如是。观一法真实相的回向，回向就是回向真实相，观一切众生平等相，一切众生相由心生，心平等故相已平等，把这一些善根都回归于法界，以法界印住善根的回向，观诸法离贪欲回向，解一切法无，种之善根已入世，观诸法无二，无生无灭，回向也入世。回向什么呢？回向的法也是没有的，无生无灭，也没有个能回向者所回向的法，一切不着，因为什么呢？一切法无，根本就没有回向这一法，这是去众生贪着。因为前头净讲回向了，那回向我这个，我修回向法的时候，我这功德可大了，这就执着了，这不是成佛的。不是成佛的基础啊！说让你已经做到了，做到让你不去执着，你才能够成佛呢。说回向的善根，回善根，只说种植善根，就是所回向的善根，就是你所修的善根。你喜欢善根呢？不要贪着，不要贪着。你所修的善根不执着，那一切诸法无二，无生无灭，也没有个能回向者，也没有个所回向者，也没有个善根产生，也没有个善根死掉，这是深入的回向。说一切法无，说你种植的善根、回向的善根也入世，观一切法诸法无二，无二是什么？无生无灭，一时境界，那这个回向也是这样的，就是遣除啊，以前说种种回向，怕你执着在回向上头，这法是深入了，说落地上的，
现在我们大家修回向，你不用观想这个是最深的了，就是你就跟着我回向的目的是行我菩萨道。等你真正登了地了，这是菩萨渐渐入位了，不登地位，登地位嘛，性体本来是一，就是如如，那生第二念就不是了，不是如如了。以如是等善根回向，修行清净对治之法，所有善根皆以随顺除世间法，不做二相。不做二相叫什么相呢？就是离相。离相是什么境界呢？清净。清净是什么境界呢？无上菩提。现在净想善根回向了，到这儿排前了。说有执着了，说无也执着了，说已有已无也执着了，说一切法即一切法执着了，一切法离一切法，这都叫二啊，不做二相啊。对，这是咱们最初开始讲《华经》，没有讲《华经》，专讲一心，专讲心法，这样大乘起信论让你升起这个信心，才能对以无二的意思理解，是世间除世间有无，即和离都叫二，都没有了。现在到这个时候都把它排遣了，没有了，一有这个就叫执着了，不能入地，不能成佛了。非极业修行一些字，非离业回向一些字，修一些字不是业，不是业修习的，非极业修习，那不是非，不是极，就是离了，是离一些字了，离也不是的，非离业回向一些字，一些字不是业，要离开业，怎么要去得离一些字呢？人一光明，它只是照亮，怎么得到光明？你怎么把它抓得到？怎么得得到？怎样把它归位给你呀？不可能的。说夜和那个光，形容着是影子，清净所以报到的。你入光影清净，报入光影清净，一切字字已入光影清净。你所回向的能回向的恒愿，这个能回向的恒愿非即非离，在因中没有二，正得果得已无二。业不是回向，回向也不是业。离我无所，一切动乱思想分别，如是了之，以诸善根方便回向。那一说就不回向了，就来解释圆融的，这不是圆回来了，就圆回来。离我无所，一切动乱一切思维，你都把它清清明白。现在讲了，谁让他懂得明白了，明白了，那你就把这善根方便回向我，能回向的是我，所回向的是法，是要即要离，回动回来，就像咱们经常说光照，光照的光，常寂的，虽然常寂的而又常照，所以这回后文加个方便，方便就是啊，随着众生业要行回向法，这就方便善巧，要不坏相。
现在是一切相都见诸一相都，那要方便利生利众生，所以方便回向，把住善根呢，用善巧方便回向，这叫方便善巧。所以从智里头开出慧，菩萨入戏回向的时候，懂得回向意思了，就是叫菩萨做这个功德时候，行这个法时候，你一切都不要贪着，一切不要着相，因为这样子你才能持久，才没有休息的永远给众生回向。是菩萨入世回向的时候，度脱众生，常无休息。大家莫要听到说不住法相了就不回向了，越是不住法相才越要回向，回向那个咱们真身至心的自心的本体，这就回到大方广的大。随着入法无业无报，一入法性空缘起的，也没个业报，无业无报，哎，但是他能出生业报，善能出生业报，而无为真啊，绝不违背，不违背法相，没有争论的，这叫方便善修回向，这叫什么呢？前的是圆融，这叫方便善巧，叫行步。行步成就圆融，对，菩萨摩诃萨入世回向时啊，这样子才回向啊，才离一切过，什么过患都没有，什么错都没有，诸佛所赞，一切诸佛都这入世赞叹呢，赞叹这样回向。不着相的回向，回向给众生，不执着众生相。简单说，我们的道友之间，或者我们朋友之间亲情，说帮助他了，布施他了，或者供养他了，过了就没有，没有我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实物相。说你想啊，心里头啊，没有这些个执着。这就对了，这叫圆融，是吧？你也执着了啊，我又给他一件东西啊，那就得希望啊，他得一定感激我，他起码要赞叹我，一有这些都是属于有相了。有相了，那个情况是什么样呢？功德也小了，好处是有，但是那个善根非常小，但是这个无相的回向，这个善根非常大呀。因为这样的你知道住法不住法相，知道住法无业无报，这些话你常念金刚经你都懂得了，都懂了，你也常会修观想了，哪这心经大家都背，都会背啊，但是他没有这样想过呀，没有修观。因为什么？因为心里头不清净，对，不清净，有挂碍，有挂碍，有恐怖，所以得不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必须把这挂碍、恐怖一切都无相了，那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意思啊，这文字上不同，道理是一样子的，就是那么个道理。就咱们经常说，要见诸相非相，再见如来。佛子啊，是菩萨摩诃萨第一救护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咱们讲才讲第一个救护，十种救护，还有九个，这叫什么？菩萨摩诃萨救护一切众生而离一切众生相，这样回向，救护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众生得到救护了。救众生相，离众生相。
就像我们自己拜佛或者念经，或者参加一个法会做个功德，你完了怎么想的呀？你是不是离一切相回向啊？念经的时候也没有能念的我，也没有所念的经，就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这才能离一切苦我呀。那以下的是无能相无人相，是分别说的了，前头那一句话已经说完了，行深般若波罗蜜照见五蕴皆空，都是一切自字度一众生常无修行，但是他不住法相才能没有修行，随时住法无业无报，但是要随顺众生善能出生一切业报而无为为争啊，即不违背也没有争论，这叫什么？叫方便善修回向。菩萨有这样的回向时候，才离一切过，什么过都没有了。这就是离四聚，绝百非。佛子啊，是为菩萨摩诃萨第一救护众生，救护众生而没有众生相。回向给众生，也不执着众生相，无相之相，就是才说了第一个救护众生。尔时金刚爽菩萨观察十方一切众坏，这是法主啊，法主。这说完了这个救护相回向了，他把法会大众观察一下子，举法界。入深聚义，以无量心修习圣行，大悲普度一切众生，不断三思如来庄，入一切佛功德法藏，殊胜一切诸佛的法身，善能分别众住生心，注众生心，其所住的善根成熟。诸于法身而四现的清净的色身，圣无欲啊，不是咱一般的无欲身啊，成佛的圣神力即所颂言。这后头这个颂言呢，就是前头讲了半天，那金刚爽菩萨用前头那个含义来赞叹佛，都是佛正德的，那时候说的都是佛正德的，所以这个后头的这个寄送啊，都没有解释了，因为前头解释完了呢。观察十方众化及法界入神觉，以无量心修行之行，这就是这几句话，就是所有赞叹的言辞都是这几句含义了，说能分别众生心。能知道众生哪个善根成熟了，哪个善根还没有成熟。那住于法身，那法身无相的，而能实现清净的色身。色身清净，色身即是法身。那众生法身不可见相的，色身呢，可以见身。是叫假五蕴，或者菩萨叫圣五蕴，殊胜的五蕴身，这是四现的啊，是清净的，成佛的身力以下这些寄送，不思议劫修行道精进坚固心无奈，唯有遥以群生类长求祝福功德法，调御世间无等人修自其甚明劫。发心普救助寒时，必能散入回向藏。回向是一藏，是藏里的时候含藏的什么呢？都是回向。如蒙精进力具足，智慧聪达以清净，普救一切诸群生，其心堪淫不轻动。
心善难着无余等，一场清净大欢悦。如是为物，勤修行啊。为物，这个物是指众生说的啊，就一切众生，为了救度众生才勤修行的。体弱大地普容受，不为自身求快乐，大愿救护助存伤啊。不是发起大悲心，大悲心怎么发起的呀？就是要救众生啊。极乐入于无奈地，十方一切住世界，所有众生皆生受，唯即彼故善助心，不是修学助回向。就是所回的善根向一些众生，修行不是大欢悦，护持境界无所犯，勇猛境界心不荡，回向如来一切字，其心广大无边际，引力难住不轻动，禅定圣山横照了，自会微妙难思议，一切世界一切十方一切世界中，具足修之清净恒。这一段嘛，赞成就是菩萨学修的六度万恒。如是功德皆回向，唯愿南乐住寒食，大肆勤修住善业，无量无边不可数，如是悉以一众生，令诸难思无上智。把这些个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令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普为一切众生故，不思议劫处地狱，处地狱。如果不是光空的话，为了救生救了众生，在地狱住的永远是不思议的那么长时间，在地狱能发这个勇猛心吗？因为菩萨的观地狱是空的，所以他无量劫无量劫没关系。说地狱所以地藏王菩萨不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根本就是空的，他早就成佛了。众生动见方正菩提，连十会相菩萨度众生都没有众生相了，地藏菩萨度众生还有众生相吗？说就是咱们上头讲那一段原话，你可这样来理解了。如是成无厌退心，勇猛绝境常回向，不求塞上香与味，一步修就住妙处，塞香味处六法啊。但为救度诸群生，常起无上最胜智，智慧清净入虚空，修行无边大事行，诸佛所行诸行法，必然入世常修学，大事游行诸世界，岂能难完诸群生，普世一切皆欢喜，修菩萨行无厌住，灭除一切诸心毒。心毒就是贪嗔痴，都是心毒啊。思维修行最上智，不为自己求难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此人回向得究竟，心常清净离诸毒，三世如来所付诸，注以无上大法成，未曾沿着与入塞，受想行识已入世，是无蕴塞法都不沿住了。其间涌出与三有啊，所有功德尽回向，佛所的自见助众生，尽皆摄受无有余，虽然皆令得解脱，虽彼修行大欢喜，其心念念恒常住，恒难住，智慧广大无余等，离此正念常自言，一切诸业皆清净。比如菩萨处于世，不着内外一切法，入方无奈行于空，大肆用心以敷衍。所有身业皆清净，一切语言无过失，心常归向于如来，令诸诸佛悉欢喜。这就身口意三业，十方无量诸国度，所有佛处皆往矣，
禹壮独见大悲尊呐、眉部恭敬而瞻奉，心常诚敬离住过离住师，普入世间无所谓，以住如来无上道，夫为三有大大法慈，精勤观察一切法，随顺思维有非有，以此修成坚固道，一切众生莫能坏，善能了达诸法性，普于三世无所住。如是回向到彼难，普使群生离住垢，融入一切住所意，得入究竟无一处。一切众生语言道，随其种类各差别。菩萨悉能分别说，而心无着无所奈。菩萨如是修回向啊，功德方便不可说，能令十方世界众一切诸佛皆称叹。这后句这些个偈颂啊，前头都解释了，所以后头没有解释了。这才一个第一救护相回向，救护众生的回向。那么以下呢，那十回向的一个一个解释，这个救护回向加前头续分又占了这一本。所以回向品咱平常的回向品好像很简单啊，回回向吧，无边胜佛皆回向，普愿沉溺诸有情，出往无量光明刹，很简单就完了。可不是，回向可不是这么简单，比修行咱们讲实行量没有回向多，因为回向就是修行。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认识中华护生协会，秉持佛陀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尤其时代环境变迁，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目前护生园区与宜兰共有4处园区，新北有1处园区，与云嘉南地区有10处，高平地区6处，金门设有1处。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所推广的会务有：一、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二、认养清寒学童的活动，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以及提供海外僧伽医护经费，在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三、国内外急难救助以及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四、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2021年结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利益众生的善行，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创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人生的意义就是爱。慈悲没有敌人，慈悲不可能对立。Pasar por otras personas es el primer modo de amarlas y de estarles cerca de manera completa.大家平安。早期有一个国王，有很多的大象，他用这些大象来战争。其中他有一只大象他喜欢，因为那个大象对战争熟练，每一次出去一定会赢了战争才回来。有一天，那只大象要出去河流喝水，不小心到河流的时候陷在泥里，没有办法自己从泥里出来。大象开始出声音，有一个人也是之前在皇宫里面工作，他也听到这个消息，也来河流了解一下这个状况以后，跟大家说我们要击鼓给那个大象打气，但是大家都不相信他，讥笑他，但是他没有放弃，他一个人开始击鼓。其他的人有发现，大象每一次听到这个鼓的声音，有一些动作。后来，两三四个人、五个人，慢慢的加入击鼓，给大象勇气。大象慢慢的、努力的，因为有勇气，从这个泥土土。困出来，国王也看到大象从泥里出来，非常欣喜过关，大家也是很开心。这个故事可以提醒我们什么？我们都需要把热情注入在我们的生活，特别这个时刻我们面临疫情，每次看到死亡的病例，看到确诊的人数，我们都心里无力，想放弃，好像没有未来，但是我们都有责任把热情注入在我们的身体，我们都要有目的的思考，我们不要让绝望阻碍我们，我们要当我周围的人的勇气，加一点点的勇气，热情。
加在他们的身上。我有责任，你有责任，我们要把勇气、锐气注入在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加油。教人小友，佛教人不法信徒，以及正在观看影片的有缘人，大家吉祥。我是慧成，来自非洲刚果。我们来台湾出家已经10年了，踏长观地的期间，我们每日派灵信徒们线上共修，早上十诵28遍心经，晚上诵持药师经和药师灌顶真言。药师佛曾发12大愿，说众生无有疾苦。听闻药师佛甚好，皆无能笑在言说。现在我将以药师灌顶真言为大家you、yeah.
健康新生活，红岛与命联合抗疫，台湾加油。各位朋友平安，我给各位带来的字是让我们做好防疫，把善良传递下去。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它发生在英国的伦敦北部。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叫做亚梅村。当时有一个商人带着黑死病，各位晓得那是500年前肆虐欧洲的传染病。这个商人带了黑死病进到这个村的时候呢，村民都好害怕，有的想要逃往北边去。那有一位牧师叫 William， 他劝服大家，告诉他们说，如果你染病了，你就是跑掉了也一样。那但是呢，如果你留下来，你不往外跑，就可以使很多人不必再受感染。亚梅村的村民听了他的话，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的黑死病没有往北方去传染，保住了那个北方的安全。那在那个344个人小村庄里面呢，到黑死病结束的时候只剩下33位。各位，当时300多位垂死的病人，牧师请他们写下墓志铭。现在你如果到那边去朝圣，你会看到很多催泪的墓志铭。其中有一位医生，他写给他回娘家的妻子说，我没有办法再给你更多的爱，因为这里需要我，我留下来。而这位牧师也死了，他的墓志铭写的就是把善良传递下去。我是曾宝仪，疫情期间你们都还好吗？这一两个月，我相信大家的生活都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它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回过头来想想，回到自己的中心去审视一下，到底什么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你都把自己生命的力量托付在什么地方呢？你每天都在做选择，你的选择是基于爱还是基于恐惧呢？你每天是活在恐惧当中，害怕病毒近身，还是每天你都选择与爱的频率相近，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吃营养的食物，睡眠充足，跟心爱的人好好交流，回到自己的内心，成为你自己。请得到自己的力量，并祝福这个世界，我也祝福大家。首先，我想把祝福送给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谢谢他们站在最前线，保护了我们，照顾了所有生病的人。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也有很多的恐惧，但是他们的勇气战胜了恐惧，谢谢他们。也谢谢在这个社会上依然在自己的岗位坚持努力不懈，支持着社会运作的朋友们，不管是开餐厅的朋友们，不管是提供给我们食物的农民朋友们，或者是畜牧业的朋友们，菜市场的朋友们，或者是在路上扫地、盖房子、修路，或者是收垃圾的阿姨、叔叔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在这么危险的时候，依然让这座岛可以顺利的运作，因为有你们，才有了我们。疫情期间，让我们一起彼此关怀，增加信心无畏，团结防疫，台湾加油，活出爱，有您真好，台湾加油，防疫英雄，感谢有你，活出爱，有你真好，好友台湾，好友人民，大家身体健康，活出爱，有你真好。